们来数字测验，未来一个月我在哪方面可以拔得头筹？对，来，我们的幸运数字有6402、7285、3619、2048、5837。嘿，苏律师，第一个6402、5837、7285、2048。哎呦，我也6402。哎呦。6402跟3619过来6402-7285-3619-2048-5837，咱两个人1233619，长长久久，无人定的。来，我们来，哎呦，对啊，这两个刚好没有人选哈。来，我们来看看未来一个月到底我在哪？这两个刚好没有人选，还没有人选，那个数字没有人选。哎，我们先看6402是苏律师选的，还有Amanda老师选的，还有观众没有选的哈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拔得头筹？哎，呼风唤雨，活力十足，做事业方面拔得头筹。哇哦，工作事业运势非常的好，做什么事情都很成功，连别人认为很麻烦很难处理的事情，到你这边来都没有任何事情，所以都会处理得很好，所以工作事业很成功，所以说是在工作事业上面拔得头筹。再来，我们看看7285高警官选的，还有观众没有选的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拔得头筹？我们来看看哦。身心均衡、健康加分是健康拔得头筹，然后对健康方面非常非常的好哈。所以说，因为健康很顺利，所以呢，每天爬山呐、每天去唱歌啦哈，到处去旅游哈，过得非常的快乐。所以是到处都有朋友的都能够喜欢你哈。所以说是在身体健康方面拔得头筹，非常的不错，恭喜了。那我们来看看3619就是你们两个选的，不是没有人要，是大家很爱你们。来，我们看看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拔得头筹。仙人指路，攀上贵人呢，高枕啦，高枕啦，高枕啦，扶持贵人拔得头筹。对，因为你就贵人印相当的好，走到哪里大家都贵人都会帮忙你们，所以连在家里做贵人都会送资讯来让你们去赚钱。大家好，因为贵人到，所以说小人都退去，哇，所以是贵人方面拔得头筹。我大概了呢。那再来我们看看2048，张老师，张老师选的，观众们选的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拔得头筹？对，八面玲珑，广受欢迎，桃花人缘方面拔得头筹，就是朋友运很多，很好，不管是异性的桃花，是同性的那个朋友哈，都会人很好，都很旺哈，所以是交际应酬很多，走到哪里都有朋友要请你，走到哪里大家都很喜欢你哈，所以说是在桃花人缘方面拔得头筹，其实都是。相当不错的啦哈，走到哪里都会很受欢迎哈。再来，我们看看5837是，我一注独得，对，到底是在哪一方面拔得头筹哈？财运飙升，无论是正职方面的收入，或是投资理财方面的哈，甚至连抽奖都会抽到。赶快去试手气哈！所以观众朋友也是一样，恭喜你们哈，在金钱财运方面拔得头筹，相当的不错哈！谢谢老师。今晚你有空来开房吗？挑战吧大神麻将手游即刻下载。